你的手都快放下去了，快放下去了，先背在后面。三二一，一。哎，怎么这么快？铁位发问，来。你最近都送谁礼物了？我的妈呀！快，八秒，八秒。张天爱，我送给你了。王子璇、张丽，好，反问。你最近收过谁的礼物？于文文。还有呢？还有姐姐们的礼物，姐姐们30份礼物啊。还有呢？包括了。八秒。好。给。张天爱输了这一轮，因为他只答了两个答案，于文文和姐姐们的礼物，然后就已经八秒过去了。解释30个姐姐，好啊，人不用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。好，下一位，练练上了啊，来，要抢吗？要，准备，三，二，一，一，怎么还是抢不到？对，哎呀，我这是手啊，来。快，最喜欢的三个男明星：梁朝伟。一秒。古天乐。三秒。时间到。刘德华。时间到。刘德华。如果一定要你换一份工作，你想换什么工作？一秒。宠物店。嗯。三。还有三个啊，五，怎么就三个？七，八，你只想开宠物店是不是？没有别的东西可做，再说八秒怎么想啊？这么严肃的问题，啊，输了输了输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，所以我估计这个战绩不太妙呀。OK 了吗？等等，他现在在脑子里面在下题，没得想，先抢到零再想。OK， 准备。你这样很吃亏。你离太近了。对，你们很吃亏的。稍微客气点。准备。来，我让你，让你。三二一。三二一。哎呀！我太让着他了。我太让着他了。这个人一点都不手下留情。我觉得手都要拍穿了。好，开始发问。你最喜欢的三个男明星是谁？哎，他问了我一样重复的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就问重复的，因为人不一样。怎么不可以啊？你又没回答过，快点，快点。哦，朱一龙。朱一龙，然后梁朝伟。我喜欢我的男神。金城武。OK， 有品位啊。我想想，你最近微博上搜索过的词。微博上搜索过的词。好，计时。5秒、7秒、八秒，就是莫名的会紧张。刚才谁赢了？该我赢了。哦，还要继续是不是？来。哦哟，阿Ken老师来。来，准备。一，一。啊？反应有点迟钝。我想想啊。哎，你考我的时候不要像考研一样问问题的快一点。我想一下有没有精彩一点的，有没有那种特别刁钻一点的。如果一定要挑三个人谈恋爱，选谁？倒计时。刘德华。阿Ken。我实在想不起别的男人了，我觉得还有黄景老师啊，我们一共就这么俩男的。黄景老师被彻底的遗忘了，我跟你说，黄景老师好恐怖啊！最后我选的谈恋爱的都是黄景老师和阿Ken老师，我每天都感觉都在训练。哎，你们不觉得这个游戏应该让阿Ken老师挑战一下？没有，我觉得你们玩挺好的。哎，他刚才说他的理想恋爱对象里面有阿Ken老师，阿Ken老师什么感受？谢谢。对，可惜我们两个都已经
纷纷的结婚了，要不然在20年前还可以试一下。怎么我跟阿开老师成 CP 了呢？让你们搞的 ，I'm so sorry。快，阿开老师，你们跟他玩一下。来，我来计数啊，那个，来，我来，你不用看手卡了。看手卡？这什么东西？还要看手卡？他手卡上有好多问题。来，预备备，开始。计时开始。你最受不了姐姐们三样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问题好。聒噪、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也不喜欢。然后不喜欢无趣，我挺无趣的。你是有一点。快到时间了，到时间了吧？还有，催促。嗯、OK。聒噪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太闹腾，太闹腾，太闹腾。谁最闹腾啊？这是还有这种补加问题？没有，我就想问一下。那我不应该问你谁最闹腾呀？选三个。没有，我就好奇。干得漂亮！漂亮！我觉得谁都不闹腾。三个答案。闹腾的话，凤姐啊。吗？就余文文啊，对吗？我是最安静的，我怎么先房顶了？他要么就不说话，要说话就怼死人啦，完全没办法回击的那种。另外一个不就啊，恋姐了，对吧？哦，我不知道，他只敢说在场的人，你发现了吗？嗯、就是其实不是他的实话。嗯，哇，我觉得今天有点这个气场有点不太对劲啊。这样好不好？你们两个刚才好像没玩够，再来一轮吧，好吗？来，来，加时赛，这个火药，加时赛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怎么？哎，拍呀！请啊啊！你最想吐槽三个人是什么？是谁？最想吐槽三个人，赵梦。你想吐槽我什么？先别问为什么，先让人说完。然后唐唐，赵梦，唐唐，朱洁静，行，你想吐槽我什么？说，你到底吐槽他什么东西？因为我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的时候，我就会以损他或者吐槽的方式。嗯，那你吐槽静姐三个点吧。哦，哇，太多东西吐槽了。第一就是非常可爱，第二就是这个人真的，你的求生欲太强了吧？求生欲不要有这种。没有，真的他很可爱。是，我们知道他很可爱，但是吐槽的点。吐槽嘛，对吧？就是常常都要加练，加练的时间就很长。嗯，我们走吧，要不然我们走。我们。然后就很累嘛，对吧？老师也很累嘛，对吧？然后他们怎么就走了？我觉得你们两个。火药味太浓了，害怕。这一趴过了啊，这一趴过了，哎，这一趴过了。